当你晚上睡眠不好，翻来覆去像煎鱼一样，可以按神门跟三阴交这两个穴道。神门穴在无名指跟小指之间的这一条线，跟手腕横纹交口的地方。三阴交在内踝往上四个指头的位置。我们可以同时按神门和三阴交治疗失眠。神门可以改善神经精神的状态，三阴交可以改善神经的分泌物质，两个合在一起，让你的失眠改善。